接发球调打的时候，首先还是要迅速判断来球的这种旋转，迅速知道对方的这种旋转有多强。调打的时候，一个是球点应该相应的早一些吧，因为它的上旋球，当它的旋转没出来之前，你还是相对容易控制。一旦等球点高了以后，手上可能不太容易控制。发生力量，首先手腕还是要放松一些吧。当击球的时候，击球的一瞬间，用手腕手指的用力应该集中一点。原来的五层纯木球板，它的控制比较好，但是它的出球相对会慢一些。现在红章喜为我做了这一支狂飙王二代，球板加厚加硬，调打更有速度，质量也更高了。反手调打的时候，动作应该相应的要小一些吧，而且一个是要注意反手调打的这种动作的稳定性。调打完之后，一般对方过来的球都是上旋球，所以说基本上调打完之后站到中近台比较多一些吧，因为调打过去对方过来的球也是速度比较快，基本上动作应该要小一些吧。反手主要给正手的进攻创造机会，所以稳定是第一位的。天宫胶皮它的表面没有狂飙那么粘，但是它的摩擦很好，搓球跟调打都比较好控制。